大家好，我是耳科赵医生啊。今天是10月20号周四啊，全天的门诊啊。今天的内容是真菌啊，外耳道里的真菌发霉啊，这个或者有时候也叫霉菌啊。霉啊，准确好像普通话，我记得有粉丝提醒我啊。应该叫霉菌性外耳道炎啊，或者真菌性外耳道炎。但是我好像一直从老师教我那会儿，老师的口音就是真菌啊。我们绝大多数同行，我这印象，我接触的同行好像都是按这个口音教的啊，就是习惯了，改不过来。这个霉菌啊、真菌啊，这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容易接触到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它们在不适合生长的环境下啊，是以孢子的形式啊，就像个种子似的。一旦到了它适合生长的地方，就开始啊生根发芽、抽丝剥茧啊，类似这种，长出这种丝状的东西。这种丝儿呢，大片的丝啊，会粘成片儿啊。但真菌因为种类的不同啊，真菌自己也分很多种啊，有一些是粘块啊，有一些是就这种干片啊，有一些是有很明显的这种菌丝啊。有的啊，最近好像没怎么见。内镜有放大功能啊，有些就直接能够看到，就像那个金针菇似的那种啊，有细细的菌丝的杆儿，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小伞，黑的那种啊，可能是毛霉菌，类似这种样式比较多啊。形成真菌啊，人体的这个形成真菌，像这个区域很简单啊，那就是外界的这个真菌孢子进入了这个区域，正常我们人体是不产生真菌的啊，这不是我们人体产生的啊，在这个位置有外界的东西啊，通过什么挖耳勺啊，什么这个棉签儿啊，还有的是什么这种毛刷啊，现在这个花里胡哨很多东西，特别是那个小毛刷。那就整个一真菌的播种机啊，想想，它上面可能会沾有很多真菌的孢子，进去刷来刷去啊。当然不是说所有人啊使用这些东西100%会啊，它也是个概率的问题，因为真菌的生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局部环境的适合。而且我们人体呢，外正常的皮肤对真菌是有一定的抵抗能力啊，是有一定的防御功能。当然，在这个外耳道出现潮湿啊，然后我们机体的这个免疫功能有波动啊，或者有一些你辅助性的一些措施啊，比如盲目使用滴耳液啊，一些不应该使用滴耳液的时候啊，用了。这种抗生素类的滴耳液啊，有可能啊，后续就会滋生这个啊，就给真菌的生长创造了这个良好的环境啊，那它就会茁壮成长啊。真菌的症状来讲也并不完全统一啊，有很多种，真菌粘块比较多的。啊，除了有闷堵感啊、痒啊，可能还会流水啊、耳闷、耳堵啊，听力会觉得有点下降。啊，这很多人洗完澡酷爱使用棉签儿啊去擦耳朵啊，其中有一部分人就会在啊这种享乐过程当中，突然有一天发现，哟，怎么早上耳朵听不见了？然而实际上呢，就是已经出现了这种真菌的情况啊。当然也有一些只是简单的叮咛啊，把叮咛给捅进去了啊。具体是不是真菌啊？最简单就是通过内镜啊，经验丰富的医生啊，通过内镜基本上就能判断。
刚才把这个这边的真菌卷儿啊清理掉，然后抗真菌的软膏啊整个打进去。这样的话啊是缩短治疗时间啊，没有这种方式之前啊是用细棉签涂抹。因为现在液体的抗真菌药耳用的缺乏这种专用的滴耳用的这种抗真菌药，所以一般用的都是这种软膏啊。优点就是啊会在短时间内很快控制，但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个软膏刚打进去就前两天不太舒服啊。有些人双耳真菌啊，如果双耳都打满软膏，前一两天确实不太舒服。正常交流还可以啊，但是就是这种闷度感很会个别啊，多数人能够忍耐啊。当然，有的人这一两天会有特别重要的这种需要用到听力灵敏的这种环境场合，你像听力考试啊，或者是重要的事儿要谈啊，这就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就希望将来有一些专用的这种抗真菌的滴耳液效果好一点的，因为用过一些其他的液体的抗真菌药啊，包括滴眼液，效果跟软膏之间都是还有很大的差距啊。我觉得还是这个抗真菌药的浓度问题，固体的这个药物成分这个浓度肯定要比液体的要高得多啊，浓度跟不上，就是单靠液体效果不理想啊。这是一个啊干燥的一个啊干片啊，真菌的干片，一直结在这个鼓膜的表面啊，从外耳道一层铺到这个鼓膜表面，哎，上面这些小的菌丝已经可以看到了。如果没有经验啊，会把它当作普通的叮咛栓塞，做简单的冲洗啊。整个撕下来一层，有效清理啊，有效清理就是尽力而为啊，用器械嘛，直接在这操作，还要顾及一个患者本人的感受啊，因为有些区域强行弄的力量太大了，容易造成损伤啊。包括这个其实冲洗来讲呢，感觉好像更温柔一点，但是冲洗有个问题啊，这个真菌跟外耳道包括鼓膜，你看刚才这个整个这种丝的这种，它有一个比较强的这种粘附性啊，靠冲洗的话，即便是前期经过浸泡也不太容易冲得很干净啊，有一些死角啊，这个只能是适可而止啊，强行去硬接的话容易造成一些损伤啊。真菌性外耳道炎啊，其实处理的方法得当，多数啊会在一周左右得到有效的控制，反复不好那肯定是处理方法有问题。好，今天的视频内容到这儿结束啊，我们周末再见。